用咱的妈祖双手合十，恭迎妈祖进香，请各位面向妈祖双手合十，恭迎妈祖娘娘。咱今把挂了一个妈祖啊，进来。那么妈祖祈求后面呢，那么芭蕉扇也是一样，仿照这里古代呢帝王在出巡或者是这里在天宫殿里面，后面有哪两个扇子为他扇凉之用。那现在呢，当然不是为了扇凉，也是一样，是威威仪的象征。请注意，你是用妈祖双手合十。恭迎妈祖入宫，请各位面对面拍拍双手合十。
永进、李进、南康啊、真比安州啊、关城、高冈的这个八个啊，在甲妈祖朝敬进香，即卖的庙门关起来，啊，这是因为妈祖即将哦出神教啦，要进行安坐，所以呢为了啊方便啊，为了方便，为了仪式的进行，所以呢先把庙门呢暂时关起来哦，啊等安坐了后再去开放给所有民众来参拜。谢谢各位参与我们2013年大甲妈祖国际公共文化节妈祖的回銮，我们相约明年再次回来我们大甲镇南宫，谢谢各位，祝各位平安健康，谢谢。同时，今天大家来到大甲镇南宫，相信都有感受到妈祖的恩德，在这里也祝福大家可以心想事成，我们明天见。